其实跟这个有点类似的，就是有一幅画，我们上面也提了一些词，其实也是非常有深意，需要活佛来跟大家解释的，就是这边这一幅画。其实我刚看的时候不晓得中间那个很大的面积的这个是什么，后来呢才发现它是舍利塔。对，这幅画作叫做《天外天》，就是一个很美很有意境的名字。而且这个僧人在舍利塔前怎么觉得好像变得很小，其实那个题的词啊，我也再念一遍让大家比较清楚一点。它的词句是：法身原在天外天，古塔舍利却在前，只为人间大事业，化身僧人且流连。很有意境哦，不晓得为什么那时候会想要有这样的一个创作，而且是把舍利塔画这么大，然后僧人这么小。啊，那时候画这一幅的意思是沟通了三个地方。三个地方。哎，第一个就是你本人的法身呢是在天外天，那么你降生在娑婆世界实在是非常的渺小。嗯，是。当一个僧人呐、啊，出家人呐、啊，那时候你的这个身份是很渺小的，而且我自己个子也不是很高，所以这个僧人就画得很小。没有像画的像莲祖这个样子，还有胡子 啊，还有胡子。这个僧人就在那里啊，他表示说，人间呐、啊，其实是一个很小的世界，法身是一个很大的世界，所以这个舍利塔特别大，几乎通到天上，就是代表舍利塔本身代表着法身的境界。那么僧人呢，就代表着这个人间的境界。那么这个塔里面呢，有舍利，表示说你一个象征，你将来修行呢有成就，你可以建一个象征性的一个报身的舍利塔。那你的法身在天外天，报身在舍利塔。那么你的这个应身就是这个僧人了，所以这个是三者合一的三者合一的境界是这样的，它有它的意思在里面。所以莲费上师，您可以感受得到这个我们活佛他创作时候的这个想要表达的意涵吗？谈谈你的想法。我一直来都对这个师尊的话非常的欣赏，比如说刚刚之前提到那幅一帆风顺，一般人画一帆风顺都是一艘大帆船啊，是啊，然后风吹过来很顺，那看多的那种一帆风顺会觉得很匠气啊。那我们看看这师尊画的一帆风顺，你看除了那个一轮红日，然后远距离这艘小船，其他都很抽象，甚至那一轮红日你也很耐人寻味，是朝阳还是夕阳都看不出来，所以都很欣赏师尊那种那个画意境。然后这一幅呢叫张国老的，我想请问师尊，那师尊画这八仙之一嘛，仙人嘛，那师尊画这张国老是在那种禅定的状态之下天人合一之下画的呢，还是一般的情况画的？到底什么情况画？这个张国老本身是一个神仙，那么我们修行人到了某一个境界的时候啊，其实也是一个神仙，其实也是一个神仙，那一种心灵的感受就好像是张国老一样。所以我们已经看尽了阴阳，看尽了这个人世间及出世的世界，那我们在这个这样子来来走走啊，来来回回的在这个人间道，那一种心灵的那一种感受，就是想说啊，不管哪里都是一样，都是很潇洒的走一回，那一条歌潇洒走一回啊，潇洒走一回啊，对不对？另外还有一点的，众生啊像离子一样啊，他一定要往这边走。你张国老倒其离子是什么意思啊？他就是说我不跟人一样，
但是我是人，但是我不跟人一样，我就是特别潇洒。人都是正骑着马，正骑着驴子，没有人倒骑驴子。倒骑驴子的意思就是说我反道而行，世间的人爱财，那我就不爱财啊，我爱当神仙啊。世间的人爱民，我就不爱民，我宁可这样子倒骑驴去逍遥啊。世间的人呐、本身爱色啊、这个顺着这个驴子走呢，那么就下地狱去了；你倒着驴子走呢，就上天堂。原来如此，我这样的味道就是有一点已经是先知了。其实先知走在人世俗的人前面，多少会有点寂寞哈、世俗人都以为我们会受他的影响，事实上不然。因为我们永远呢、就是清凉的夜啊，永远都是这个清凉的这种心，清凉的这种心。我们是没有什么忧愁，但是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狂喜，保持着一种很平淡的这样子在过日子。我们是在欣赏人间，欣赏世界。